较聪明的、比较有自制能力的人在一起，相对的，孟子吗？是孟子说的吗？蓬生麻中，不腐而直。蓬草生在麻丛中，它不用腐，它自然就会直。白沙在夜雨之俱黑，他叫我。好，这是我弟背的。啊，就是环境可以造就一个人。你们一定会，不知道你们已经有体验了吗？你们应该有几个朋友圈开始是，我是最坏的，我开始会去带着其他人，我是最好的，我会拉着其他人。你们应该有开始这样的想法去对你身边的朋友做这件事情，但是，我还不认识你们，对啊。但是我们当然是希望最好是有自制能力又聪明的，然后有领导能力的去拉拔每一个人，这样子他身边的人就会跟着他一起成长。觉得高职就是比高中差吗？其实台湾很容易有这样的概念，高职跟高中差，但是还没有觉得。来，再讲一下。读书，感觉高职就不用读书，高中就要读书，这样子。不对，高职其实没有比高中。就是现在台湾的很多有这样不好的观念，高职只是让你更早一步，就是你可能在国中已经知道对什么有兴趣，假设我对调酒有兴趣，啊，那我就进调酒科，那你这样比高中的人有什么样的优势？你更早知道了自己的，未来的想要的专长是什么，然后你可以先学啊。高职有什么不好吗？没有啊。在我眼中，高职跟高中没有不一样，高中反而是我国中毕业之后，我不知道要干嘛。那时候我真的国中毕业，我不知道，然后我就去念高中，故意不读就去念高中。高中跟高职没有不好，但是高中给了你更多的技能，就是有啊，对啊，还要玩游戏啊，你们应该想。早上来的是四只，现在又多了两只。我看哦，干脆暑假的时候，301、302来个大集合好了。嘿、hey, ，Hello， 来点名。还是要啊，好，再来。还有。好，来你们两个点名，下一个回来的一定是谁？谁还没回来？冠轩，顾乃轩。哎、欸，乃轩有。陈君伟，君伟没有。到了，对，是你。好。对，就是你们被点名喽。好，好，赶快回来哦！今天晚上，想你哦。好，赶快回来，拜拜，OK。